Xin chào mọi người, chào mọi người đến với kênh channel của mình. Bây giờ chúng mình sẽ đến với bài X. Đầu tiên thì mình phải đăng nhập. Mình đã tưởng là nó mất cái bài của mình đi mất. Ok, mình sẽ đến với đến với bài kiểm từ này. Có 75 câu hỏi. Ok. Bắt đầu luôn.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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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ản ứng. Phản ứng. Phản chi. 放弃 放弃 表白 表白 直接讨厌父母 家乡结果发呆 放弃 躺想念 以为发生 法律 浪漫成为 广播 在一起 在一起 网恋 正
正正正脱单脱单脱单家乡家乡家乡而当初家乡家乡发展发展发展愿望愿望愿望网恋网恋网恋存款存款存款发生发生赢赢赢初恋初恋初恋广播广广播存款存款存款想念想念想念条件条件条件偶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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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拒绝拒绝拒绝正正正赢了赢赢以为以为以为网恋网恋法律法律法律直接直接而而脱单脱单暗恋暗恋暗恋以为以为以为靠谱靠谱靠谱表白表白表白愿望愿望愿望暗恋暗恋暗恋赢赢赢放弃放弃放弃想念想念而而而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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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条件在一起在一起尊重尊重尊重、okay. 结果
quán gì cha cam mở nè, mấy cam mở nè, tại gia khan su nè, mấy cam mở ya, tại gia khan su nè, tại mà lo,遇到。遇到困难，我想问你，借两。现在就转给你吧，以后不够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转。我要是再找你的话，你对象生气了怎么办？你说是不是什么对象啊？那儿有对象啊？哪有对象啊？分手之后就一直也没谈呢。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个我身边很多漂亮的？不用了，我自己挺好的。你真的不需要吗？如果我把我自己介绍给你呢？行了，你别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我没跟你开玩笑。喂，你在干嘛呢？没干嘛，在家看书呢，怎么了？我现在遇到困难，我想问你借2万吧。好的，我现在就转给你吧。以后不够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转。我要是再找你的话，你对象生气了。怎么办？你说是不是？什么对象啊？哪有对象啊？分手之后就一直也没谈了。那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个？我身边很多漂亮的。不用了，我自己挺好的。你真不需要吗？如果我把我自己介绍给你呢？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我没跟你开玩笑。Đến với phần tiếp theo này. Vậy. Vậy, bây giờ nói chuyện không không tiện. Tôi tìm bạn điểm sự. Không tiện à? Gì mà sự? Bạn nói. Đây là
招聘招聘是你负责负责的吗你教授接教了一个学生很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你叫他过来我们公司应聘吧应聘吧然后我就看看他的材料这个小伙子很不错不单有能力而且很诚实 OK 喂你现在说话方不方便我找你点事方便呢什么事你说这次招聘是你负责的吗李教授介绍了一个学生很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你叫他过来我们公司应聘吧然后我就看看他的材料这个小伙子很不错不但有能力而且很诚实连文外出吧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毕业后我要回 老家做生意你毕业后想留城市里工作还是回 老家我想我留上海工作上海这个城市大市场很大也大机会也多可是现在留在上海找工作的人也很多了我知道前两天刚出面试经理对我印象不错公司昨天 通知我下星期就可以正式上班了真没想到找工作这么顺利去面试的时候首先要啊真厉害面试时要注意什么呢去面试的时候首先要穿的正式一些不能太随便其次
事实，不要太紧张，回答的声音不要太小，别让紧张的心情影响了自己。Mình đã đến bài 3. Chắc là cái âm thanh của bài này nó có một chút lỗi. Ok. Mình sẽ đến bài sau luôn nhé. 好久不见, Lily. 好久不见, 你最近...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很好, 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 你现在在哪儿? 工作呢? 毕业后我在老家工作了两年, 然后考上了北京大学。 读研究生, 真厉害, 我也在考虑 要不要读研究生, 你试试吧, 我相信你能行, 你想考哪个专业? 法律, 国际法, 那你是打算将来当律师吗? 不一定,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学校工作, 可以的话, 我想留校当老师。 OK, 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毕业后我要回老家做生意。 你毕业后想留城市里工作还是回老家? 我留上海工作。来了上海。上海这个城市大，市场也大，机会也多。 可是现在留在上海找工作的人也太多了。我知道，前两天刚去面试，经理对我印象不错，公司昨天通知我下星期就可以正式上班了，真没想到找工作这么顺利。真厉害，面试时要注意什么呢？ 去面试的时候，首先要穿得正式一些，不能太随便。其次，面试时不要太紧张，回答的声音不要太小，别让紧张的心情影响了自己。Khi mình sẽ đến với phần số 3, à số 5 chứ. 已经来中国一年了，在中国生活了一年，你适应新生活了吗？一开始有点不习惯，后来就慢慢交了一个中国朋友。
现在我觉得在这里也很好的。新交的中国朋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认识的，平时我们常常逛街、逛街。打篮球，有时候也，有时候他给我发一些微信，发一些幽默短信。我也很喜欢打篮球，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怎么样？没问题，我们下年要去打篮球哦，下午，下午要去打篮球，正好一起去吧。已经来中国一年了，在中国生活了一年，你适应新生活了吗？一开始有点不习惯，后来就慢慢交了一个中国朋友。现在我觉得在这里也很好的。新交的中国朋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平时我们常常逛街、打篮球，有时候他还有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我也很喜欢打篮球，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怎么样？没问题，我们下午要去打篮球，正好一起去吧。Ok, chúng mình sẽ đến với bài tiếp theo, bài đánh chữ này. Sẽ quay về từ bài 1, đánh lại từ đầu.
với các bạn. Tại gia.找你的话，你对象生气了，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像。哪有对象啊？分手之后。需不需要去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个我身边很多漂亮的不用。你真不需要吗？如果我把我自己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我没跟你开玩笑。bài số 2 喂，你现在说话方不方便？找你点事，方便啊？什么事？你说这次。招聘，招聘是你负责的吗？李教授，接下来一个学生很
福。福。和我们公司的要求比较。我们公司应聘吧，然后我就看看他的材料，这个小伙子，小伙子很不错。不单有能力，而且很诚实。OK， 你买着吧呢。你毕业。怎么打算毕业后我要回老家做生意。你毕业后想留城市里工作，还是回老家我留上海工作。上海，这个城市大，市场也大，机会也多。留在上海找工作，的人也太多了。
两天。不错，公司，哎，公司昨天通知我下星期。没想到，找工作这么顺利。面试时，要注意什么呢？去面试的时候首先要穿得正式一点一些。不错，不能太随便，其实面试时不要紧张，回答的声音不要太小。别让紧张的心情影响了自己。OK， 来做吧。
Bài này dài quá. À đâu, mình đã có xong bài 3 bài. Okay, mình sẽ chuyển sang phần ngữ pháp. Mình có 3 bài ngữ pháp này, diễn tả vừa đúng này. Trường hợp. Trường hợp được dùng làm tính từ mang nghĩa là vừa vặn, diễn tả đối tượng đề cập, thời gian, vị trí, thể tích, số lượng, mức độ. Thỏa mãn điều kiện nào đó. Ok. Tính của ba khoai ủ. Sư xí qua sư y khoai ủ. Trường hợp ơ sư khoai. Táo 8 đồng 5 này, dưa hấu 11 đồng 5, vừa đúng 20 đồng. Ok. Dùng để làm phó từ mang nghĩa là đúng lúc này. Hôm nay chúng ta đi chơi bóng. Buổi chiều tôi sẽ đi đá bóng này, cùng đúng lúc là cùng nhau đi đi. Ok, chúng mình sẽ đến với bài ngữ pháp số 2. Nếu như giao sư dùng trong cấu trúc giao sư từ khóa chiều đưa ra giả thuyết. Ok, mình đây mình có ví dụ này. Giao sư健康事宜其他都是一后面的零。要是你想来中你想来中国的大学留学，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专业课，那么就需要做好这些准备。给。Đến loại động từ. Gan này. Gan. Ma. Ma. Chuyển. Chuyển. Khuẩn nán. Khuẩn nán. Khở sư. Khở sư. Go. Go. 要是，要是，之后，之后，开玩笑，开玩笑，招聘，招聘。
要聘，负责，负责，教授，教授，符合，符合，应聘。应聘材料，材料，小伙子，小伙子，诚实，毕业，毕业，城市，诚实，做生意，做生意，留，留，留，老家。老家，市场，市场，投资，通知，正式，正式，顺利，顺利，心情，心情，祝贺，祝贺，联系，联系，考虑，考虑，研究生，研究生，厉害，厉害，是，是，专业，专业，国际，国际，当，当，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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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将来，将来，是。适应，交朋友，交朋友，交，交，逛，接，接。平时，平时，短信，短信，正好，正好，去面试的时候，衣服要穿得正式一些。不能太随便，这样能给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面试时必须准时到。不是。小王，这次招聘是你负责吧？李教授介绍了他的一个学生，还不错，这是他的材料，你看看。小王正在找工作。不是。我负责管理这里的工作，明天你可以正式上班了。有什么问题的话，请来办公室找我，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不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负责管理这里的工作。不是。毕业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始新的生活。毕业也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因为许多平时常在一起的朋友，以后见面的机会会变少。毕业让人又高兴又难过。对的。现在朋友之间经常发各种幽默短信，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快乐。但是如果同样的幽默短信你收到了三四次，相信你也笑不出来了。发短信很麻烦。没有。毕业以后你有读研究生的打算吗？有啊，可是我不想再学法律了，我在考虑读国际关系还是历史的专业。男的现在的专业是什么？法律。小张，原定后天上午的会改在明天下午两点了，你通知一下其他人。好的，经理，我现在就打电话。会议原来准备什么时候开？后天下午。小张，原定后天上午的。你感觉今天来应聘的两个人怎么样？我觉得第一个小伙子不错，不但有能力，而且很诚实。男的觉得第一个小伙子怎么样？有能力。这件事让小王负责怎么样？我觉得他挺适合的，他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比较熟悉。男的觉得小王怎么样？嗯，符合要求。符合要求。你联系马经理了吗？联系过了，我已经通知他会议改到办公楼了。关于这次会议，可以知道什么？这次会议，时间改了，地方改了，地方改了。喂，你在干嘛呢？我看了一个很好看的包，快给我转3000块钱吧。你是不是开玩笑啊？女的想男的做什么？买包呢。哎，想男的借钱。借钱。如果王律师回来，请你马上通知我。好的，他一回来我就给你发短信。男的在找谁？王律师。你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呢。王老师，你有什么事？我丈夫生病了，现在家庭很困难，我想问你可不可以借2万块钱。好的，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借钱，后来你家有什么困难我会帮你。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姐，今天面试怎么样？还行，刚开始有点紧张，后来慢慢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他们说下个星期会发邮件通知。关于女的，下列哪个正确？听说你毕业后就回老家做生意。对，
我和丈夫开了一个饭店，生意还不错。真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首先，要找一个好的地方，其次，要努力工作，慢慢来。你的生意怎么样？听说你毕业后就回老家做生意。对，我和丈夫开了一个饭店，生意还不错。真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首先，这次招聘谁负责？小张，是你吗？对，是我，经理。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找我。谢谢您的帮助。这次招聘的材料，我明天就准备完了。关于这次招聘，可以知道什么？关于这次招聘，可以知道什么？小张负责。昨天跟我女朋友见面的时候，我还有点害怕呢，脸都红了。第一次见面，心情一定特别紧张。那你女朋友是不是也这样？才不是呢，她问我吃什么、喝什么，热情得很。要是这样，下次你也叫我一起去吧，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街。男的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时怎么样？生病了，有些害怕。毕业后，你打算留在北京？是的，我在这儿上了四年学，我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可打算留在北京工作的人很多呀。是这样，但市场也大，机会也很多。男的觉得北京怎么样？工作机会多。他以前对在中国的生活怎么样？第十九到二十提示，根据下面一段话。我已经来中国一年了，虽然我适应了这里的天气，但是每天一个人上下班，周末一个人在家里，太没有意思了。最近我交了一些中国朋友，他们常给我发了一些幽默短信，周末常带我去打篮球、逛街。我觉得更喜欢这里的生活了。他经常跟新交的中国朋友做什么？逛街。他想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第二十一到二十二提示，根据下面一段话。我爸爸是一位律师，我将来想跟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律师，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努力学习。我明年会考大学，打算读法律专业，希望我能考上北京大学。读完大学之后，我可以当一名律师了。男的为什么想考北京大学？有法律专业。有法律专业，应该是。还拿出很多去帮助哪些有困难的人。去面试的时候，首先，你去
知一下一个人能力的很高提高需要我觉得他我们公司的要求符合好的谢谢你好的谢谢你下了飞机就给我和你妈发个短信明天上午有个会你去吗哥校评会要联系没想到找工作很顺利我打算毕业后直接读研究生可是昨天公司已经很不错老板在考虑发展其他市场他打算让小李负责这件事我觉得他这个人挺不错其次他很诚实其次首先是他非常愿意帮助人首先是他非常首先我要学好你的法语专业你要是你想以后当一个其次首先其实当你心情不好时别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也别躺在床上睡觉更不要一个人去喝酒你应该和朋友聊聊天儿逛逛商场这样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心情不好时你应该听说这周六上午8点在学校体育馆有个招聘会这次招聘会提供差不多1000的工作机会咱们一起去看看吧关于这场招聘会可以知道在体育馆改时间了还没安排好改地方了在体育馆应聘时一定要试着让自己别紧张回答问题时不要太快声音也不要太小别让紧张的心情影响了自己面试时要注意什么应聘时一定要试着让自己别紧张回答问题时不要太快小高我仔细看了一下他们这次招聘的要求虽然高但是那些条件你都符合你应该去试试说话人想让小高去约会去应聘上午来应聘的那个小伙子是学法律的笔试成绩很好经过面试感觉他的性格也不错我觉得他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他觉得那个小伙子怎么样性格好
就是为了他们，有些人喜欢不听。Và bây giờ thì tạm biệt mọi người. Cảm ơn mọi người đã theo dõi. Hẹn mọi người trong những lần sau. Tạm biệt mọi người.